啊，姑妈，你怎么来了？狗狗在哪里？我是你姑妈，来还要向你申请吗？这孩子在家不好好上网课，狗狗听说你养了两条狗，快要来玩玩。哎，你放开，你别欺负他们。哎呦，放心吧，我家孩子懂事，有分寸。喂，喂，你干什么呢你？你有病吧？儿子，你没事吧？小雨，你现在长大了，真是厉害了啊！你跟个孩子计较什么呀？不是姑妈，你看他画的满墙，我就不说了，他还往宠物脸上画，都是自己家人画了就画了，多大点事儿啊！我家孩子特别有天赋，那画东西可像了。行了，咱不给他画了，将来成名了，他还能拍卖呢。好，你们玩点别的，求你了。哦，太好玩了，太好玩了，再来一个。哥，特别疼。是吗？我要让他知道江湖险恶。面对疾风吧！啊！哇，好帅呀！沈天，你这身衣服太奇怪了，别人都在看你。我给你换身普通点的衣服，换这个试试。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，没有一丝丝改变。帅哥，你穿这身太帅了，修身。这双大长腿完美展现。上衣太短了，不好看，换这个。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，没有一丝丝改变。你看那个人是明星吗？这身更帅了，你穿上修长风衣比模特都帅气。衣服太长了，不好看，脱下来。你男朋友真是太帅了，刚刚那几件衣服都要了。这个包包好好看啊。你好，这个可以试试吗？不买，试不了。那这个还有其他颜色吗？没有。这个包是什么材质的？皮的。女士，如果您不买的话，建议不要长时间看，您排放的二氧化碳会使包氧化。敢瞧不起我的主人，哼。这是什么态度？你是觉得我们买不起吗？呵，十八万。十八万。先生是刷卡呀，还是现金啊？这店又不是他的，他牛什么？我在我们星球从没说过买不起这三个字。帮我调查这个人的底细，顺便把店里所有的包买下来，给小雨送过去。